今天我去找一下阿群猫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！真的，都吃饭了吗？都吃饭了吗？都吃饭了吗？吃了吗？大家中午好啊，中午好！欢迎大家来到准时来到阿强的直播间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你们都吃了吗？都吃了吗？盼着你来直播是吗？哇，真的太感谢大家准时来到阿强的直播间了。昨天我给小妈说了一下事情，你们知道知不知道昨天有没有在阿强直播间的？有的扣一。昨天有在阿强直播间的，有知道事情经过的，有的扣一，有的扣一。啊，一下子就这么多人了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啊！欢迎大家，欢迎啊！有吗？啊，你们都在我直播间是吧？昨天都在阿强直播间是不是？太谢谢你们了，太谢谢你们有是吧？昨天我跟阿曲墨说了，然后过去找小妈说了一下事情，找小妈说了事情，小妈说要等着这两天，她和就是叔叔阿曲墨的阿爸，他去处理这个事情，给小妈沟通了这个事情，跟他说了，他说等他回话。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同意？会不会同意？觉得会同意的打会，不会的打不会。觉得会同意吗？你们觉得小妈会同意吗？说实在的，我觉得有希望吧，是不是？对吗？会吧，是不是？然后昨天挺高兴的，真的，昨天挺高兴的。会吗？因为是这么多八，是吧？他本来说是18，然后当时就是叔叔就说他嘛，就说了他，说了他过后，然后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啊？因为当然同意了，那接下来我就好弄了嘛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要尊重一下长辈，对不对？不管小妈怎么想的，对不对？也要尊重一下长辈。尊重了过后，看事态是不是有。好解决一点，如果不去这样子，不去尊重长辈，就不会不去处理，不去说的话，直接给阿曲墨这样子的话，到时候也很难处理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阿强说的对吗？对的打个对，对的打个对，觉得阿强说的对的打个对，是吧？你们会不会这样子支持阿强这样子去做？还是一味的就是说就把阿曲墨带着不理会小妈，那样子其实事情事态会更复杂，对不对？那样子其实还会更复杂，对吧？支持打个支持，朋友们，对吧？怕涨价，应该这样子说了的话，我觉得没关系，只要是他是同意就 OK 了，只要他同意 OK 了，涨不涨价或者是怎么样子，我觉得那都是其次，那都无所谓，是吧？那都其次无所谓，哪怕他说涨到十多啊、十几啊，这些其实都没关系。我要的就是他同意这件事情就对了，是吧？能用这个解决的事情，那就不叫事情。有的时候这个都解决不了事情了，那就是死脑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刚进直播间的？刚进阿强直播间的，有的扣一；有刚进直播间的，有的扣一。你们都吃了吗？大家中午好啊，中午好！你们都吃了吗？哇，真的，阿强，你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好，阿强真的好啊！谢谢你们的支持。这是你们一直支持阿强，一直鼓励着阿强，一直支持着阿强，鼓励着阿强，让我这样去做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，非常感谢你们。阿强同意就阿爸同意就行，小妈不同意没不用管。我觉得大家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庭里面，不管他谁做主吧，至少说都要通知到位，先把事情都给大家说清楚。说明白是吧？这接下来我们才会不管同不同意，才会对症，是吧？对症去做事情，把问题摆出来，把问题弄到台面上来才好处理，对不对？不要一味的去搅和，搅到一锅粥一样的，到处都乱了，处理不好，是不是？哇，你们都吃了吗？准时12点吃饭吗？哇，真的，大家也要记得吃饭啊！没吃饭的记得吃饭，吃了饭的。大家真的看看阿强就行了，给阿强打个加油就可以啊！谢谢你们，非常感谢啊！有阿爸一定会成功的，是吧？阿强你真棒！没有，是你们一直支持着我，是你们一直鼓励着我，所以说才有我今天这种出现，才有今天的我，非常谢谢啊！好男儿，没有，你们过奖了，夸奖了啊！
真的非常感谢你们，我也真的感谢你们。现在我要去找阿群墨，我要去找阿群墨，你们支不支持我去找阿群墨？支不支持我去找阿群墨？因为，说实在的，这两天挺累的，比较累，我的喉咙昨天说话太高兴了，太激动了，昨天，因为昨天吃了颗定心丸一样的，我觉得已经很好了，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了，对吧？有个很好的开始了，就是就知道小妈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了，对不对？我怕的就是她一味的就是叫阿群墨明天去嫁人了，明天去给她相亲了，是不是？怕的就是这个。所以说昨天知道她的态度了，我挺开心的，是不是？虽然她在考虑，我挺开心的，是吧？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的。然后阿群墨这两天都在他亲戚家，都在他亲戚家。然后我想去找他。然后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我不知道他，我事先没有给他说的，我没有跟他说，我们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，要不要给阿群墨打个电话，思路清晰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，阿强看好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，负面消息是吧？有人评论我们负面，没事，这个，怎么说呢？我们做好我们自己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有一部分人是蹭流量的。对不对？有一部分人是蹭我们热度、蹭我们流量的，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怎么讲我们，是吧？只有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，把我们自己做到问心无愧，这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去评价我们。首先，我们对粉丝负责，对家人、对支持阿群墨、阿强的人负责，对不对？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是吧？别的人怎么去蹭我们流量，那是别人的事情，是吧？那有的人去录我们的屏，去给我们录屏直播的这些人，这一部分人也很多很多，是吧？这我们平台有平台的规则，是吧？告诉一声长辈就行了。对的，要给阿群墨说一下吗？要给阿群墨打电话吗？对不对？要打吗？打不打？打的人打个打。要不要给阿群墨打个电话？要打吗，朋友们？要的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对的，打个对。支持阿强，谢谢你们啊！你们觉得阿群墨到时候会不会接受阿强呀？会不会接受阿强呀？打电话是吧？惊喜，给他个惊喜吗？不要打是吧？好，搞突然袭击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就搞突然袭击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给阿群墨做来一个突然袭击，好不好？对，搞突然袭击，好，我们搞个突然袭击。阿群墨，现在在他亲戚家，他的表哥家里面，他表哥。然后我们待会去搞个突然袭击，看一下他正在做什么，他正在干嘛？会不会找不到他人呀？会不会找不到的人呀？他会接受吗？阿群墨到时候会接受吗？那我就开心了，真的，那我就开心了。说实在的，那我就开心了。哎，活给自己看，是不是？好，他也喜欢你，是吗？真的吗？他有这个意思吗？给惊喜是吧？好，真情打动。好，那我们就去给他个惊喜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会接受阿强，对不对？那我真的太开心了，我心里面特别开心，那我就心里面特别开心。他在找你，阿群墨在找我吗？阿群墨在找我吗？朋友们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他在哪里在找我呀？我今天来，我没有联系他。我知道他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去给他一个惊喜，我们去给他一个惊喜还是惊吓？我们能不能看到他？到时候看到我的时候是什么表情，我就知道他到底会不会接受我了。到时候，好不好？一定会的，是吧？真的，他昨天说过了。谢谢大家。那我现在去找他，我现在去找他的话，他会不会？如果说实在的啊，如果说他看到我了。他是欣喜若狂的那种，我就觉得他会接受我。到时候如果他是觉得看着我没有什么表情的，就是自然的，
没有什么过多的那种言语上的呀，表面脸上的一些笑容的话，我觉得他到时候肯定是不会接受的，是不是？快去了，快去了，阿强，快去，再找你，是吧？那我们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？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？待会儿，要不我们待会儿找他的时候找不到了再给他电话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行不行？行的，打个行。如果待会儿我们去他家里面没有，就是他表哥家里面没有人了，再去给他再给他打电话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事情，还有一个朋友们，我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，我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，到底要不要给阿群茂，要不要给阿群茂找个房子？要不要给阿群茂找个房子？朋友们，他都哭了是吧？不打，直接不打电话，对不对？不打电话吗？要不要打电话？要的打要，要的打要，不打的打不打，不打了是吧？找个房子行是吧？找房子我看好了，我看到了一个房子，我看到了，就是这两天也有也有房子，也有房子，我看了几个房子了，看了几个房子了，就早上今天来的路上我也看了好几个房子了，然后最终的到时候去带他去看看，最终带他去看一下是吧？不打是吧？那我们就过去看他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我把镜头翻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大山好不好？哇，看到没有，从这里小路上去就是他的表哥家。大家说这个地方漂亮吗？你们觉得这个地方漂亮吗？这个大山漂亮吗？朋友们漂亮吗？这个地方漂亮吗？漂亮的打漂亮，朋友们，这个地方漂亮吗？好，待会儿我带他去看那个房子好不好？啊，待会儿忙完了带他去看那个房子，就在下面一点点，不远。漂亮的打漂亮，这样子大山漂亮吗？我们去给阿群们一个惊喜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漂亮是吧？欢迎你们到时候来到阿群们的家乡，到时候来到这边这个家乡里面吃这边的坨坨肉，吃这边的吃这边的农村柴火饭好不好？漂亮吗？哇，那么多人都觉得漂亮，我也觉得很漂亮，确实这里很漂亮。那我们去看一下阿群茂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不知道看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，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表情，他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表情啊？我们从他的表情里面判断出他到底心里面有没有我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好的，打个好。啊，这里每天都有好多村民上山干活啊，玉米要熟了，玉米长起来了。好的，打个好。漂亮，太漂亮了是吧？找房子是正确的。待会儿我们就去好不好？就是晚点等阿群找到阿群茂，等他忙完了看他在干嘛，到时候带他去看一下那个房子。这里一望无际的大山，一望无际的大山，山外还有山。你们都是哪里的？你们那里有没有大山啊？你们都是哪里的？朋友们把你们的地理位置打出来好不好？阿群们说喜欢我吗？说了吗？说了是吧？哇，看到这是什么？有没有认识的？这是什么？应该大家都吃过吧？应该大家都吃过，这是什么吧？有没有认识的？这个长沙的、上海的、江西的，应该你们都有吃过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吧？应该你们都有吃过吧？你看这里一片过去绿油油的，全是这个菜。广西杭州的、三亚的，哇，真的。全是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，欢迎五湖四海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欢迎五湖四海的。这里一望无际的就是这样子，包菜是吧？美国的、甘肃的，哇，都知道这个是包菜。这边的这个是流心菜吧，他们就所叫的叫流心菜。流心，因为它的样子长得像牛的那颗心一样的，就叫流心菜。包菜是吧？包菜。哇，
山里风景真好，是吧？啊，这里看到没有？这些奶奶那么大年纪了，都还去做活，那么大年纪了，每天农村里面都有做不完的活，都有干不完的活。那个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哇，耳朵不好，爷爷，爷爷听不到，耳朵不好。这个叔叔还是爷爷，爷爷。大爷。啊，奶奶。啊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吃饭没有？没有。还没有吃饭吗？哎。这十二点了，该吃饭了。哦。奶奶。十二点了，该吃饭。哦。我们歇息了嘛。哦，回来休息是吧？中午回来休息一下，再去做做活是吧？哦。哇。点包谷。辛苦辛苦，多少岁了，奶奶？哇。啊。五了，65了。66啊。哎。哇，66了。太健康了，太硬朗了，身体。很健康啊。啊，硬朗硬朗硬朗啊！奶奶66了，奶奶说她66了。哇，这边的人真的，怎么说呢？怎么说呢？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，每一个人都生活都挺容易的，说实在都挺容易的。阿曲墨快到了，要到阿曲墨表哥家了，在那里。看到了吗？看到，打开看到了。阿曲墨，阿曲墨的亲戚家快到了啊！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打看到了，看到了是吧？哇，我们去看一下阿曲墨，看到了是吧？热情好客，对对对对对对，66了，那个奶奶66了，真的，每天早上他们大概是6点钟起床。6点多起床，然后喂猪喂鸡，然后把家务事做了，然后都上山干活，然后中午回来稍微休息一下吃个饭，又上山了。如果说离得山上远的话，他们就把少午饭中午饭带到山上去吃，然后这样子就节省时间了。因为小时候我也看到过，我也在家呢农村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子的啊。他特别的想看到我是吧？是不是啊？你们觉得是不是啊？是的，打个是，朋友们，是不是啊？带我们去看一下他是什么表情，我从他表情里面我判断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判断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打个好。哇，全部都是是啊！哇，我的天哪！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去看一下，那我们去看一下。那我们去看一下，看一下阿曲墨在不在家，看他看到我是什么表情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去看他是在不在家，到底是什么表情？大家帮我参考一下啊，朋友们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支持阿强的，打两个字支持，好不好？支持阿强的，给阿强打两个字支持。支持阿强的，给阿强打两个字支持啊。那个爷爷在那里，爷爷在做活，那个爷爷阿曲墨，阿曲墨亲戚家的，哎，快到了啊，已经到了啊，支持支持支持，哇，那么多人支持，谢谢。哇，这里他打了菜籽啊，打了菜籽，还你们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？有人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？朋友们，有人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？你们有没有见过？有没有见过这是做什么用的？朋友们，有没有人见过？见过了打个见过。我估计有很多人不认识这是什么吧。来，此时此刻直播间7000人了，朋友们，真的，一下子那么多人了。